妈会做。你们是不是准备让头低下来之后咬住食物，然后再把头抬起来？老师，你的爸爸。可以啊，我厉害哦！看他能不能摇。我已经把一身这个打飞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只要我去抓住，把东西抓住来，那你走不是很好吗？小飞年纪挺晚。对，前面。